游客们对我们摊上的国旗很感兴趣，因为今天是国庆节嘛，所以要为祖国庆祝生日，这代表了我们对祖国的一种热爱之情嘛。我们想展示的是一种纸类拼插的工艺品，它是一种仿生的一种鲨鱼，它的地方是可以动的，小朋友带着玩具回去进行一个了解，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些动手能力、动脑能力、多互动能力，少玩手机，这样子培养孩子更多兴趣爱好。是带着孩子来看一下云冈石窟的这个 3D 的体验，主要呢还是想让孩子能够尽早的接触一下中国的这个古文化。我们在长江口外面搭了一个帐篷，待会我们就在那里野餐了。小吃、汉堡、炸串、柠檬茶、蛋糕、冰粉、现磨的咖啡，还有钵钵鸡。那美国那边他们有很多餐车啊，都在街头那边，所以我们想把到那个文化带到武汉这边来，或者尝试一下做后备箱骑士这一块，可以放松，聚在一起摆个摊，放松一下，喝点酒，吃点汉堡什么的，感觉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了。那我们保证食品的质量，保证味道，你们吃的也放心，吃的也开心。我希望国庆大家的产品都卖光。